家未食嘢係咪啊？唔係食嘢啦。而家去士多飲飲咩啊？未食啊？你未喂噶？未喂。嗱，呢一捉貓啦，唉，嗱嗱聲啊，大佬。睇下佢嚟唔嚟先。而家啲街坊咧，知道我哋成日都去捉貓去絕育啊。而家進展到係係佢哋好好啊，佢哋問我哋啊，需唔需要借個地方俾你照顧啲貓先啊？即係會主動去問誒點樣幫助咯。你行先，係行先，係。快啲嚟啊，傻佬！喂，啲咩？快啲嚟！在我們捉貓推去絕育的時候那個過程是都挺有趣的，他們會經常問我們你們推貓在哪裡，是不是將人道毀滅啊，這樣我說不是，拿去絕育蛤，拿去絕育那你淹曬貓就沒有貓咯，我說不會，有排都淹不曬的。哇，走到不行你說啊，好好味啊，快點，好好味，快點如果有暴龙器他已经入了去吃了，不用这些了。为什么由喂猫去到捉猫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在喂猫那几个月里面呢，你不斷看到成條街周街都是貓，有兩隻在度，我要攞暴龍器。我貓嗰頭嘅，係啦，同埋啲街坊，我哋要攞呢啲籠，不厭其煩咁話俾我聽。唔使啊，係佢哋已經呢只貓又生又生 B B 啦，又生咗一胎啦。呢只貓又生啊，嚇就越生越多。咁都有個情況就係、是、居民處理唔到啊。唯有甚至乎可能去咗佢屋企生啦，變咗佢會將成幾好多隻嘅貓仔就等喺垃圾桶。仲有一隻黃色未絕育啊！妖入緊籠啦，嗰只黃色嘅入緊啦，你睇過嚟喺度邊啊？因為實在地區完全沒有資源去理呢批流浪貓啊，變咗居民都係用翻佢哋認為佢哋嘅手法啦嚇去處理啊，變咗我就要好想辦法咧去諗啊，其實呢批貓佢一定要面對絕育。你如果唔去控制嗰個繁殖咧貓嘅數量咧？你一世你籌一世錢，你都一世都籌唔完啲貓糧。同埋貓糧，你今日一個月係十包，如果係不斷咁繁殖咧，係應該講緊可能第日係進展到一年後，係一個月要食一百包。呢個係長遠嚟講唔划算，同埋係引申好多個問題。變咗我會將嗰陣時嗰刻唔係擺貓糧擺得最緊要，反而係擺人哋嘅絕育。呢樣嘢係最緊要，首先要控制咗嗰個繁殖嘅數量先。唉，好，佢哋唔又唔幫你絕育喎。